部资料显示，全台一年用了将近40亿个一次用饮料杯，相较十多年前15亿杯的用量，数量倍增，更是环境负担。自备环保杯成了不少人的新选择，更让业者看准商机，推出租借循环杯模式。像这间位在桃园龟山的循环杯制造商，是目前全台唯一专门清洗生产循环杯的业者。创业短短不到4年，合租据点已破千家，跨足各大超商、饮料店、咖啡厅等各领域产业。每天回收清洗的杯数达到了6000到8000杯。创业至今，预估已经减少了30万个一次性塑胶或纸杯垃圾。大热天，人手一杯饮料缓解燥热感，然而当中却潜藏污染风险。根据环境部近几年调查指出，全台每年一次用饮料杯的使用量约40亿个，使用后的饮料空杯如果被随处丢弃，将污染环境。许多人开始加入自带环保杯的行列，也让不少业者从中发现商机。哎，你好，我要一杯大的冰拿铁。然后我要租借循环杯 ，QR code 加入他的 LINE 的群组之后呢，他就是有页面可以操作，有一个我要借杯，按进去以后，他会帮你扫描杯子，对，然后那 QR code 扫到以后呢，只要按确认就成功借租借了，就3天内要归还，然后如果他没有归还的话，会有一个通知告诉你，就我们会觉得，好像对大自然有一份。是尽一份力量这样子。透过和各大超商、饮料店、咖啡厅等企业合作，这家循环杯业者从2020年创业以来，短短不到4年时间，租借门市快速成长。第一年不是，我们第一年从第一家开始，在第一个月我们很快速的就增长到了106家，去年年底都一直到大概有10倍的成长。今年为止，我们大概已经减少了30万个。一次性的这种塑胶或纸杯垃圾，因为我们使用了30万次的这个循环杯，那其实相当于76座101的高度，其实是很可观。据点成长背后反映的是人们慢慢提升的环保意识。不过使用循环杯也会遇到不少人质疑材质和清洁问题。保持着自己敢用，别人也才会用的信念，魏嘉欣和伙伴们砸下上千万，建造循环杯厂房，产品的生产、清洗、再制，通通一手包办。因为我们目前算是台湾全台唯一，就是做这个清洗线，专门为了杯子做循环杯做清洗线的这个厂商，用的是100%单一材质的塑胶，为的用意就是确保它可以完整的100%被回收。桶子里装着许多雪白碎料，这些都是单一材质的塑料，透过管子进入机台，再用射出成型方式，短短不到几分钟，它们拥有了新的面貌。食品级的 BB 做生产，那生产出来的杯子的种类有3种，有24盎司、22盎司跟16盎司。那这些杯子都很符合一些咖啡店，然后食品通路，然后还有球场做使用。循环杯在输送带上缓慢移动，最终到达品检人员手中。他们仔细检查杯子有没有瑕疵。那我们的杯子都会经过我们人员的品检，那修毛边，那还有一些黑点的那个检验。那我们杯子检查完毕，它等它完全冷却之后，我们会贴上我们的 QR code， 之后会有那个循环系统做使用。在品检人员忙着确认刚做好的循环杯是否能出货同时，另一头的人正把大批回收回来的杯子依照污染损坏程度做分类。我们每天清洗的量大概会在6000至8000杯，由全台各地的通路商然后运送回来，不好洗的会分到我们的严重脏污区，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我有破损的会把它分类到再制区，那我们会投杯进去到我们的动态的预泡池里面去。循环杯沐浴在预泡池里，简单去除表面脏污，起身后才能到清洗机里做更彻底的清理。别看这台机器长度不到几公尺，
里头的清洁程序可是相当繁复。那我们拥有25段的清洁跟高温蒸汽一些流程，那里面包含高温的杀菌，然后清洁，然后清洁剂的洗涤，然后最后一个是清水的高温洗涤。那我们的清洁器最大跟别人不同的是，我们进水不落地，我们是斥资千万打造而成的循环杯专门的清洗机台，我们拥有全台首创的循环杯清洗的系统。洗涤后得再经过风刀高温的考验，让循环杯呈现干燥状态，最后能不能送往各大据点，测试剂一试便知。检验的是电门器，那我们会呈现阴性，阴性的话它是呈现黄色的，对。那如果是呈现蓝色的，是代表里面有淀粉的残留，那我们就会再重洗一次。循环杯得经过层层关卡才能出货，背后有着创办人魏嘉欣对品质的要求。当初会踏入这一行，是讶异一次用杯子的污染竟然这么严重。我们那时候看到一个很惊人的数据，是在2020年的时候，台湾统计一年有40亿的这种一次性垃圾产生，塑胶垃圾。那其实我们觉得，在我们自己又是手摇饮王国嘛，台湾，所以我们觉得希望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别的做法？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它包装区，如果遇到有问题的话，我们一样会把它分出来，不会说让这个有不良品，是有疑虑的，我们就绝对不要生产出来。对。他决定做起循环杯生意，然而就如同多数创业者一样，万事起头难，一开始要说服对方买单实在是不容易。好玩的地方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出来的，所以其实那时候大家对于这种杯盖啊还有杯子的这个清洁都会有一些卫生上面的疑虑，那我们要怎么样克服这一段，其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即便如此，他还是和合伙人想方设法突破难关，建造有专门清洗线的厂房，邀请厂商参观，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我们都有全部参照卫福部的这个清洗指引，全部有照标准在走，所以其实到后面，其实环境部后来也有来拍摄我们的这个整个清洗线的部分。那很多的厂商其实来了之后，他就对这一块疑虑就会消除，那他们自己也敢用，就像我们一样，他才敢给消费者使用。不过循环杯经常使用下还是会出现破损状况，但他们不会丢弃，而是落实循环理念，搅碎后另外再制成其他循环产品。塑胶这个套盆其实是产生的量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其实我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工业循环以外，我们希望做到生物循环的部分。从事这行几年下来，已经把推动循环经济看作是一种使命，魏嘉欣想把这理念推广给更多人。我们也跟企业有新的合作方案，就是可以在他们的大楼里面，其实它像一个园区，它会摆在一个公共区域，让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抓住循环商机，打造专业循环杯清洗工厂，几年来的努力下，合作通路持续增长。魏嘉欣期盼在未来把市场做大，让环保理念落实在每个人的生活中。